女儿，开门，给爸爸开门。那我睡了。你又不乖了吧？你不会在房间里发生什么意外了吧？那爸爸可要破门而入了。怎么了，我的宝贝？你不想爸爸？不要紧，不会连妹妹都不想。宝贝，你如果不乖的话，爸爸就让妹妹永远消失。你这不是自己跑到床上来了吗？啊，这么迫不及待吗？想跟爸爸玩游戏是不是？你那爸爸根本感觉不到疼，你忘了是吧？你知道疼的感觉吗？啊，知不知道疼什么？起来，起来，继续玩儿。起来呀、啊，起来！你给我过来，我继续玩儿啊。再装死。你等等，你等等爸爸。许小姐，这是许女士的意外死亡保险单，请您过目。许女士，对，许一慈女士，她的意外死亡保险单签的是您的名字，也就是说，她死了以后，我们会将款打到您的账户上。她死了？对，这是她留给您的遗产。他把这些留给我干什么？许小姐，请您节哀顺变，检查过这些东西以后，在清单上签名吧。我不行。他要是想让我原谅他，就该当面跟我道歉。许小姐，其实你们的恩怨隔阂，时间会说明一切的。可是当初明明是他先抛弃我们的，现在又装什么可怜啊？可是当初明明是他先抛弃我的，现在又装什么可怜啊？哎，少爱，你怎么样？有没有被玻璃伤到啊？快让妈妈看看。妈妈。啊。阿姨的意思是要给我一个家吗？是啊，以后阿姨啊会好好疼爱你的。哎呀，真乖呀！快看，这个送给你。这个是妹妹。还有个姐姐，姐姐啊害羞放不开，有个性，我就要她了。姐姐，你怎么不理我？你是不是生我气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姐姐，姐姐，这个是妈阿姨给我的，这个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不，不行，你不能去。姐姐，你放心，我会跟妈妈说，把你也接过去。绝对不行，我去，姐姐去。姐姐，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是说为了你好。你就是嫉妒我？不，不是的。那你说为什么？我就是要去，反正到时候爸爸妈妈带着走的人也是我，而不是你。你为什么锁我？你快放我出去！小爱，你听姐姐说，我不听，姐姐最坏了，我再也不和你好了。你快放我出去！姐姐很快就会来接你，我是为了你好。院长如果叫你过去，你就说你是我，而且要带把剪刀，记住了吗？我要告诉院长，你骗人，你就是骗人。姐姐爱你，姐姐一定要带你出去。我恨你许一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小爱，我们回家了。
小爱今天真漂亮啊！要不要跟姐姐道个别呀？走了就见不到了。顾家。 顾启辰，是你害死了我姐姐，对吗？哎，徐一子，哎，巧得意。 徐慈，我苏青云遇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强逼顾景强走了我苏家大小姐的地，还抢走了奶奶对我爸爸的爱，没说没有。顾景辰是我的。你说我的眼睛像流星。 原来银河也会有泪滴，被引力吸引，改变轨迹，然后消失。今天郭启辰向我表白，我很开心，感觉自己遨游了几个时空。宇宙飞船虽然被陨石一次次砸中，但是终会继续远航。但可怕的是，迎接的人群从来不会关心你经历过的痛苦与窒息。 他们只想看到这座船美丽的外表。顾启辰，明天我们在咖啡厅见吧。我有些事情想要当面对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拥有爱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学校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听我就好了，我已经给你安排在国外留学了，咱们顾家儿媳绝对不能是孤三不四的女人。爸，你说什么呢？一慈绝对不是那孤三不四的女人。好女儿，我照都拍了。你还对我说好女孩？爸，你在说什么？请你看看好，我们俩也。爸，今天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哟，你在这儿等谁呢？哎，别走啊！妹妹，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姐，小姐，这位客人，我们这里不能待着。叫什么叫？再敢多管闲事儿，我就买下你们这家破店，让你们全都滚蛋，还不快滚！ 苏青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告诉你，顾启辰他今天是不会来了。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别痴心妄想了。你放开我！你什么东西？也配被顾启辰爱？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你霸占了属于我的大小姐生活，想要抢走我的男人。妹妹，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顾启辰。 我知道你喜欢他，但是我也喜欢他呀。喜欢一个人，
不就是要公平竞争吗？公平竞争，笑死我了！你和我哪一点算公平？是你那卑贱的身份，还是你那孤儿的身世？对了，我还忘了有一点，我还真是比不上你。就是姐姐你的身材，还真是好呀，拍的可真有美感。人虽贱，但是出去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是你电子版的美照，我已经发给顾启辰父亲了。你这辈子和顾启辰都不可能了。对了，我还忘了件事儿，顾启辰已经被你伤透了心，马上就要出国了。原来我真的不配得到爱情。走过车站陌生的人群，许在巧合遇见你换乘，赶忙开场迟到的电影，会不会在偶遇电梯磨蹭，谁的快门各自被果然连你也嫌弃我，要么就要离开我。真的，这不会好好读书，他们死的事情我不管就好了。只怕你已经想不明，你跟我回来，那天你跟我回来，相见不相认，只怕已经悄然无声，众里寻人，也许我还能拥有爱情，不愿也不亲，各自西东城市，像立功数不清姐的，姐姐不会这么傻的，姐姐不会嫌弃姐姐的，对不对？姐姐一定会得到幸福的，难道不是吗？也许我还能拥有爱情，幸福也许还有可能。姐姐，对不起，对不起。当眼眶悄悄地泛着光，灯火紊乱装备成孤狼，你像同根的磁场，指引我前往，思绪将夜照亮。当微风吹散了笑，意思啊，你妹妹运气真好，托我的福，我把她搞隔壁市一个第二大集团的苏下来领养了，你开心吧？开心，谢谢院长。苏家马上要来领少爱了，少爱，你去打扮打扮。依慈啊，你留下，我还找你有事儿。依慈啊，你可要放手了。什么？你怕我？你怕我？妹妹被领养了，我就没法治你了。你怎么变得这么勇敢？你不要过来！喜欢吗？姐姐，你看，这是叔叔给我买的礼物，他就是要领养我的人。姐姐原来都是为了我，是我错怪了姐姐，才害得姐姐没能得到幸福。可是姐姐，可是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是自杀吗？苏启山。用点力，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用力啊？啊，
我让你用力，用力，用力！松开！用不用爸爸教教你怎么用力？就这样用力，知道了吗？疼！疼！你知道疼，但是爸爸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哎呀，我的乖女儿，你怎么哭了？是爸爸弄疼你了吗？松开！不是。你要好好的学一学，到底怎么用力。少爱，你一定天天都要像照片上这样开心。苏金山、苏金燕、顾继承，就算我姐姐真的是自杀的，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云静，徐律师，徐小姐，陈律师。我这次来是想问一问，关于我姐姐的尸体是谁处理的？是你姐姐的监护人，苏启山。他？作为名正义风的苏氏大小姐，死了连条新闻都没有。确实挺奇怪的。你姐姐的养父，他好像把你姐姐意外死亡的消息全都给封锁了。怎么说？封锁消息不能因为一次的意外死亡影响整个苏家。那除了他以外，还有谁看过我姐姐的尸体？殡仪馆的负责人呢，是我的朋友，他也跟我抱怨过，说除了你姐姐的养父，就没有人来过了。他也很纳闷，堂堂苏家大小姐，虽然她是被领养的，不过。他怎么可能连个朋友都没有？就连死了都没人来看看他。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钱在哪儿？说，不说是吧？那我自己搜。想跑？想跑哪去？警察来了！快撤！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雪。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医院，你受了些皮外伤。那他呢？谁呀？哦，你那个小女朋友是吧？是，啊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她去哪儿了？她给你交完住院费就走了。在我看来，她受的伤好像比你还重啊，多关心关心小女朋友吧。我看这点滴打完你就可以走了。谢谢医生。
知道他叫什么呢？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来了。三、同学们，先停一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认识。这位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顾启辰。什么？这就讲完了？行，那边有个空座，你过去吧。哇，好帅啊！他就是那个新来的转科生吧？我听说家里没有钱，还有会唱歌。行了行了，大家把书都拿出来。接下来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就算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我也有办法知道。顾启辰，你站在许一池旁边干什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你好，许一池同学。看来姐姐你当时过得很幸福，早就忘了我这个妹妹了吧？顾启辰，干什么呢？上课放得好好的，传什么纸条？倒看看你写的是什么。你，好你个顾启辰，你敢耍我是吗？拿我拿你没办法吗？你们。
真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竟然那么有钱，难怪张口闭口一两百万，为什么就没有保护好我姐呢？哎，这些都顾少请咱的，咱以后一定要为顾少肝脑涂地，为顾少达成目标，死而后已。妈逼精，把零食都分了吧。哎，顾少，你上次让我们帮你达成目标什么？徐一慈，我在追他。咦，怪不得上次我们全班吃饭呢，我们一定帮你。哎，来。哎，徐一慈。来，我们一起拍个照吧。三二一，茄子。他们怎么都跑了？一起猜。等一下，一慈，等了你好久好久。一慈，是你对吧？就是你。松开，你弄疼我了。那你告诉我，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他跟你谁呀？我为什么跟你说我去哪儿了？你哪位啊？你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我知道，我以后可以向你证明啊，不，我现在就可以向你证明，我是真的爱你。干什么？光天化日之间这么亲热，你尊重一点，松手。我松开可以，但是你答应我，你不要离开我。啊！随着风渐去，刻着空，吹过你一起。意思，别走。只怕你已经下落不明。意思，那天靠近，相见不相认。意思，这次你别想离开我，一定会把你留在我身边。哥哥，苏静言，许一慈在干嘛？齐晨哥哥，一慈姐姐她失踪很久了，我和爸爸也找了很久，你是见到她了吗？喂，齐晨哥哥，喂，为什么一慈她回来了，却还是不回苏家？难道真的是为了躲我？我要现在立刻马上看见你，吓我一跳。哟，我们苏大小姐做什么亏心事儿了？亏心事儿都是别人亏欠我的。算了，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你就给我看这种东西，你该不会是随便在街上拍了个女人的背影吧？要正面可以，但是得加钱。你还想要加钱？我已经关照了那家医院，只要你帮我把事儿办妥，你妈的病肯定能治好，医药费你也不用担心。那就拜托苏大小姐了，只要你帮我把事儿办好，本小姐不会亏待你的。我最不缺的可就是钱了。那是当然，我当然相信苏大小姐的超能力了，我这就去。哎，不过苏大小姐要是失言了，我可是不会放过。滚吧，齐晨哥哥，你是不是已经见到那个贱人了呢？哟，齐晨。你来家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让苏伯伯好好准备准备。有没有一慈的消息？一慈他失踪已经三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大家都在极力的寻找，但是恐怕……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再见。哎，启晨，我前两天啊，刚跟你父亲碰了个面，
我就跟他说起了你和京岩的婚事。你父亲可说了，让你们两个现在就好好相处相处，这也方便日后的婚礼。我父亲没有和我说苏京岩有什么婚礼啊。你不要乱说，我和苏京岩日后是不可能的，我只会去许一次。齐晨，你知道苏顾两家在生意上的合作往来已经维持了多少年了吗？难道我苏启山的女儿还配不上你？更何况一慈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抱歉苏顾，跟我进来吧。正好啊，我和你父亲一个法国的朋友刚寄了一些法式的鹅肝酱，你带回去呢给他也尝一尝。好，谢谢苏顾。来，这个鹅肝酱啊就这么喝法国话。一慈的裙子，一慈回来了，你们是不是隐瞒我？哪里啊，启晨，你就是太想念一慈了。如果一慈没有回来，为什么他的衣服会在你的房间？这几天不是一直下雨太潮了吗？把衣裳拿出来洗一洗，烘干一下。苏伯伯，如果你不希望我见一慈，你可以告诉我，我会一步一步追求他。我相信我顾启晨一定配得上徐一慈，但是。你这样欺骗我。启晨，你听我说啊，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确实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确切的消息。一慈他好像回过家换了衣服，但是又好像没有回家，因为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他，大家都不确定。为什么我打一慈的电话打不通，你们能不能打通？启晨哥哥，你果然来看我了，我一接到佣人的电话就马上从公司赶回来。许一慈回来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许一慈回来了？怎么可能？哎，启晨哥哥，一慈，我都快忘记你的味道了。前两天就是在这儿遇见的一次，但是他很奇怪，他的眼神就像是不认识我一样。明明他的电话在用，但是我打他电话永远处于关机状态。也许你认错人了。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认错一次。如果他只是长得很像一次，你会因为他长得像一次而喜欢上他吗？就算那个人长得和一次一模一样，我也不会爱他，我只会爱一次一个人。这附近正好装有监控，我有个朋友正好可以找到监控的素材，说不定可以找到一次。你还记得遇见他的时间吗？记得。那就好，走吧。我去帮你倒杯水。干什么了？启晨哥哥，我好像中招了，你给我喝了什么呀？喝什么呢？这水我也喝了，我怎么没事？别喝，我是顾伯伯，你爸的。顾伯伯跟我爸一直都想撮合我们。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顾伯伯一声不吭坐在这儿还少了吗？你忘了你出国的事了？说，你想怎么办？启晨哥哥抱我去床上。啊！苏静言，我告诉你，我和你只有兄妹之情。启晨。
就算得不到你的人，我也要毁了你。谁？你放开我！安静！哎，我想知道你姐姐怎么死的。小时候在孤儿院听了你的话，一直以为徐一慈就是夺走你有钱人地位的恶毒女人，所以。你一直帮着苏静言欺负我姐姐，然后害死了她。不，我母亲住院需要一大笔钱，那个时候苏静言找上了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那种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一直误会我姐姐，我一直怨恨她。该受惩罚的人是我。沈安，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怪自己。你要怪就怪我，你打我、打我、骂我都可以，这都是我的错。苏家封锁了我姐姐的死穴，想要找到我姐姐真正的死因，就必须进入苏家。麻烦你帮我。我很少能进入苏家，只有苏家人找我的时候，我才能进。那就只有另一个办法。顾启辰很爱我姐姐，我也和我姐姐长得一模一样。利用顾启辰进入苏家？对，不可能的。你和你姐姐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天差地别，这不可能完成。这不是有你吗？我让你帮我，就当然赎罪了。这是哪里？我也是为了苏金言跟踪你姐姐，她跟你长得实在太像了。齐晨，我就算得不到你的人，我也要毁了你。不知道顾齐晨爱这个贱货什么，我倒成了白捡的货了。今天算你定力好，那我天天跟，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定力到底有多强。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接电话？死哪儿去了？哟。我们的大小姐这是想我了，天天想着我的身体，有那么好吗？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对你敬礼呢。对了，再给我找点监控器的画面，我要困住他，和他多待几天。谁呀？你别管，明天给我送过来就是。关于姐姐的消息就只有失踪的，任何死亡的消息都没有。苏家难道真的可以一手遮天？300多条电话都是顾启辰的，姐姐死前居然还和顾启辰通过电话。别走！别走！
我知道错了，你别走。你觉得怎么样？哦，很好，很好看。谁问你好不好看了？我是在问你，我像不像我姐姐？你再来一次。算了。你就给我看这个，浪费我这么久，没有一点用的东西。哎呀，逆尘哥哥，你别生气嘛。我现在有一点线索，咱们都会好好利用寻找的。这么大个城市，找一个人，还真是大海捞针啊。也怪我，没有好的资源去找到一次姐姐。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只是利用监控找人，实在不是办法。我倒是有个办法，我们可以在地铁里打广告，这样说不准有人看见了就会联系我们。知道也是个办法，但是广告里天天播着一词的肖像，对他来说不好。你还挺关心一慈姐姐的肖像，都不管我的死活，只让我睡沙发。你再敢在我面前脱光衣服，我就让你滚出去。哥哥，我好冷啊，我在沙发上，只是想陪陪你，让你安心睡觉。可现在我又搞砸了，搞得哥哥又来怪我。哥哥，你不说话，是不是不生气了呀？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今天订了两张机票，想让哥哥陪我去谈个三方项目，可以吗？我没义务和你去，把机票退了吧。可是，我都跟伯父伯母还有我爸说过了，这也是他们的要求，我也不好反驳。要不然是哥哥你自己去解释一下吧。什么时候的飞机？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哥哥你能陪着我就安心多了。正好你最近也心情不好，伯父伯母也想让你出去散散心。徐一慈，你会原谅我的吧？我不会让你等我太久的，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哥哥，你睡了吗？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哥哥，情况紧急，我是想和你讨论一下今天的一个项目问题。进来说吧。早点聊完，早点休息。今天有一个项目问题，就是我认为这个百分点对我们不是特别公平，你觉得呢？哥哥，你嗓子有点不舒服，可以帮我拿瓶水吗？谢谢哥哥，你真好，很少有人对我这样。还有什么事吗？就是我有点不放心，万一我拿不下这个项目，该怎么向伯父伯母交代呀？没关系，这点小事我是可以做主的。聊完了，咱俩就各自回去休息吧，我有些困了。哥哥，我要是拿不下这个项目的话，你不会怪我吧？不会，我只是陪你来的，和我没有关系。哥哥，我有点害怕。你可以陪我走过去吗？这样吧，你待在这儿，我去别的地方睡。我不喜欢和不熟的人在一个房间待太久。我们两大集团的合作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合作也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好，各位股东，以上就是我苏氏集团和顾氏集团合作的项目在年底之前可能会遇到问题的一些总结。顾少总，您在会议期间一直玩着转笔，是不是对伯伯的评估总结很不满意啊？这种评估报告如果都做成这样的话，不如我开个养老公司把你们都送进去。贤侄说的对，这手下人办事确实有问题。放心，一会儿啊我就好好教育教育他。以后报告做详细点再给我办。哎，你好。散会。我已经把他约出来了。那咱们再来一次啊。用餐结束后你就要假装生病然后晕倒，借机去顾及人家常住。怎么了？到门口了，不敢去了？怎么会？我这是在内心默默练习。少贫嘴了，一会儿顾启山都怎么了？不是，分手我是专业的，那复合这事儿我没干过呀。哎呀，有事无电线联系啊。假装情侣不是你的主业吗？深呼吸啊，别紧张，抓紧行动。逸子，逸子，失败。小哥，我朋友晕倒了，麻烦送他去医院。不是，我这不是出租车呀。啊，头好痛啊！帮忙啊！好好好。嗯，我不要去医院，我要回家。必须去医院。小哥，谢谢你。我真的不用去医院了。哎呀，乖，没事儿。就算你没有问题，去医院也没有坏处。没病都给看出病来了。走吧。见机行事。实在不想装失忆症也行。你说什么？许一次还活着，现在在医院。您稍等，请您慢。喂，爸爸，我是一慈啊。不可能，你绝不可能是许一慈。我们怎么确定孩子姐姐凶手？凶手一定是听了我还活着反应最大的那个。我现在就在医院呢。你不是徐子，到底是谁？周阿姨，干嘛突然抱我？我脑好痛啊！你说什么？青爷，逸慈失忆了，别吓着他。我还记得我爸爸，我找我爸爸。青爷，爸爸，你像个傻子。爸爸在哪？爸爸在哪？爸爸最好了。伯父，
意思失踪几个月，现在回来却失忆了。您别太责怪他。哦，怎么会呢？我高兴来不及。启辰，你是在哪儿找到意思姐姐的呀？她脑袋受伤了吗？很严重吗？我和意思偶遇过几次，但是因为失忆错过了。她的脑袋没有受伤，医生说。 是心理问题，什么心理问题啊？受过巨大的心理创伤刺激，懂了吗？这不是不知道吗？说什么？好大好大的刺激，要全部都从苏家找回来的那种。 意思，你现在回来了，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啊。看这个顾启辰倒是真情实感、自然流露的，不行，这个时候更要警惕。越是表现的优秀，就越是有嫌疑，而且如果对他怜悯的话，岂不是会影响我出道的速度？ 伯父，意思回来了，您就放心吧。等他康复了，我就……叫什么？那么激动干嘛？我看你抱着他跑三里地都不嫌累的。哎，那个，你回去路上慢点啊。哦，好，再见，伯父。 姐姐，你到底在这里受了多少苦啊？依慈，想起来最近都去哪儿了吗？ 就我这演技，还不吊打尹侯？哼，还难受呢。就你这身体啊，一不舒服就最想吃荷包蛋了。爸爸都已经让厨房给他准备了啊。我姐姐什么时候最爱吃荷包蛋了？先糊弄过去再说。嗯，头疼。嘿嘿，我真是个可爱美丽的小机灵鬼儿。头疼。 没事，不热。许少爱，啊，爸，你说什么呢？是我少爱的消息吗？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18号，姐姐日记的最后一天是17号。难不成姐姐想要在18号去和顾景琛解释？去解释什么呢？17号晚上到18号，到底发生什么了？喂，宋宇，你快想想，十八号那天，你有见过我姐姐吗？18号，我记得很清楚。17号台球室那天。经言答应次日，也就是18号给我钱。可那天怎么打的电话都不接，我就到他家门口，本想敲门进去，可又怕遇到一次尴尬，于是就守在门口给经言打电话。经言的手机关机了，我在苏家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临走时，看到苏锦山的车回来了，至于是谁开的，我没注意。哎，你这干嘛呢？哎，修眉吗？不是，妈，你怎么出来了？媳妇让我来，我得看看她。哦，看一慈。哎，慢点，妈。一慈，我的好孩子，你回来怎么不来看看我？我可想死你了。我之前出去玩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陪你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我家一慈多悲伤啊！妈，我不都跟您老人家说了吗？一慈他跑到海边玩去了，能不晒黑吗？记住了，以后去海边玩，把那防晒霜涂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它涂满了。对。我们苏家就是要大摆酒席，哎，庆祝一慈回来，给他接风洗尘。我跟你说，一定要隆重，要搞得轰轰烈烈的。爸，你就给我看看嘛！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啊，你都长得这么漂亮了，你还在意这些虚的东西干嘛呀？自从我回来后，你就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社交过，都是带那个徐一慈。你小点声，你姐姐还休息呢。话都不让我说了。哎，漂亮。金言，我的球都想你了。想个球，知道吗？一慈回来了。怎么，还要过来打台球啊？你给我好好查查，这个义慈到底是谁？我呀，脑子不会转弯，有什么事儿，你直说就行。义慈有个双胞胎妹妹，她失踪后，她妹妹也失踪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顾启辰杀了义慈，她妹妹来报仇了。你要给我查清楚。到底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现在就要好好查查清楚。你找谁？我也不知道我找。你不知道找谁啊？那你就请出去。哟，你咋那么大呢？啊？你唱的哪首歌？你不要过来啊！过来，我喊警卫了啊！警卫，你看看你这个破院子，哪还有个相公呀？
倒是还真挺不像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们院的名声啊，早就已经在外面传遍了。你还跟我在这装啥劲儿啊？我们院可是正规的护士院的，你可别拉匪帮忙。我们一年送走50多个孩子呢。那我可知道的太，鼎鼎有名啊。我们院会影响的就50个孩子，这到明年的时间，多半都自杀了。上身啊，还有些没自杀，就像徐少爱那样。你可别乱说呀、啊！我要到法院去起诉你。哎呀，这种地儿我可是常客，有空我自己会去。所以，徐少爱到底在哪？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放过我，疼！哎呀哎呀哎呀！你知道？哎呀，我是有人的，你要小心啊！你要放过我。算你识相。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有话好说。我想起来了，这孩子的爸比男孩还调皮。我管不了他，我就把他调到别的孤儿院去了。妈的，真的变态啊！我生平最疼恨的小孩情商不如的人。变态，去死吧！哎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告诉我，许少爱在哪儿？我说。我说、啊、我说啊，哎呀，徐少爱调皮转院，后来我听说转院后的没几年他就从孤儿院逃跑了，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的。哎，张总您来了，好、啊，招呼不周啊，今天多喝两杯。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哎，王总您来了啊，来，我送您过去。你是不是找小三了？我还不知道你呢。喂喂喂。喂，听得清楚吗？清晰。打扰李先。什么瑶瑶李先？就是说你比别的男生帅的瑶瑶李先。意思，你今晚也很美。是吗？想什么呢？没有，我就是这个出事之后吧，头还是有点疼的，是不是？没事，慢慢休息就好，只要你能把我们记住，这才是最重要。啊，对了，顾哥哥，你看我是不是有点晒黑了？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点黑？哎呦，你看我是不是黑了？是不是在悬崖底下晒黑了？我的大小姐。你以前可不这样，现在怎么这么娇嫩了？有了秦岚哥哥，就是不一样了。谨言，不得无礼。爸，你看你对他笑脸相迎，对我冷若冰霜，到底谁是亲生的？胡闹！注意场合，今天是专门为义慈办的接风洗尘宴。爸，我当初回来的时候，你可没跟我办过什么接风洗尘宴。来，静言，到家了啊！哎，义慈，快叫妹妹。妹妹好。
这是爸爸领养的一个女儿，叫易慈。奶奶，这谁？这谁呀？这么脏！奶奶，我才是您的亲孙女，苏青言啊！我什么都没有。青言妹妹，你不要难过，我们都会对你好的，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啊！哇哦，这场戏错过了，可真是太遗憾了。哎，不好了，有情况。什么情况？来了一堆人。好了，不能再闹事。哎，你们是什么人啊？这里是私人酒会，谁让你们进来的？洛哥，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怎么了？想不到这个女人还不是个简单货色，倒是看她那么柔弱，我还心软了。你想怎么做？酒会的时候，你带人来，不要恐吓那个贱人。上次看得出来，他是真怕你了。所以到时候就知道真假了。洛哥别这样。那你要怎么报答我上次、上上次还有这次的恩情？完事之后你要什么我苏青言给什么。好，这可是你说的。走，兄弟们跟我一块打压进去。赶紧离开。哎，你们保安，保安闭嘴。告诉你，再叫保安我就让他见血。别小兄弟你别冲动，我们跟你都不认识，无冤无仇的，你们到底要干嘛？我要找。找我是吧？这群人来势汹汹。你帮我形容一下里面那群混混的样貌。样貌？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有又有头发，有没头发。大哥，你正经点吧，这些人肯定是苏静言的狗腿子。就是曾经伤害过我姐姐那些人。我也看到带头的骆景之了，他为什么每次都能精准找到我们的位置？还能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里头有卧底呗。卧底谁呀？还能有谁呀？苏家那个又可怜又可恨的妹妹苏静言呗。他们现在进来了吗？嗯，他们都进去了。你确定不让我进去吗？我看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的，火得很大呀。你进来干嘛？送人头啊？快点帮我报警吧，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火很大是吧？正好给你灭灭火。义子，你没事吧？谁让你这样的？哪呀？你说哪呀？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万一你刚刚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我，你什么这什么呀，徐义子，你就不能这样？你记住，下次再有这种情况，请记住我说的话。记住什么？徐义子，以后如果你有任何危险，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躲在我的身后，知道了吗？知道了，还挺霸道的。哎，不行，有点窒息，要站不稳了，怎么办？接下来真的要毒死几个人了。你怎么了？我爸和顾启辰他该死的爸已经同意了他们俩的婚事，他们要结婚了。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要你杀了那个贱人，是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你之前让我搞姐姐，现在又让我搞死你，
是，我是要杀了他。他们姐妹俩都该死，他们都是贼，都是小偷。他们姐妹俩都该死在我手里。这么说，许一思是你杀死的？我没有，你别乱说。怕什么？反正我又不会举报你。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杀许一次。其实，孤儿院院长已经把事都告诉我了。那两个姐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两个要是省油的灯，我就不会过得那么苦。他姐姐的死，那是他活该，我不过补了刀而已。但是妹妹，有顾启辰在他身边，就得麻烦你才行。你干什么？苏姐，我告诉你，平常我帮你那么多次，从来没要过你好处，但你现在就是蹬鼻子上脸，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你就是想要我，只要你肯帮我杀了他，我这辈子都给你。这可是你说的。喂，少爱。喂，宋宇，我把摄像头储存卡给你，你帮我看一下里面内容。宋宇，我姐姐应该是在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去世的，你帮我查查17号到18号的监控，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来。好。爸，这是我大学同学宋宇。啊，伯父好。经常听义慈提起你。你好你好，这是着急要走吗？再坐一会儿吧，咱们聊聊。你不知道啊，我们义慈呢平时就是不善言辞，这还是第一次有同学来家里玩呢。坐。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宋宇吧就一直专心学习，学业有成嘛，在国外这才回来看我。哦，那你去的是哪个国家啊？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听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国家。现在你回国了，那你回国之后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啊，主要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山地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的变化，如何把旱季和雨季合理到光合作用下，把农业技术运用发展到极致，争取早日让新几内亚的贫苦人们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哦，那小伙子这志向是真远大呀。叔叔，祝你早日成功。啊，那借伯父吉言。哎，咱们家这摄像头怎么不动了？我去看看。哎呀，原来是这插线松了，怪不得这摄像头啊总出问题。如果苏继山发现没有内存卡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搏一搏了。为了查到真相，一丝一毫的线索我都不想放过，任何代价我都能承受得住。不过这个代价你可能承受不了了，把这些新的内存卡换上，这样就没问题了。你不应该叫宋宇，你应该叫宋哆啦 A 梦宇。一丝奶奶呀，年纪大了，人还有点糊涂，我这平时总是担心怕出点什么事儿。都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不过现在义慈回来了，又可以照顾奶奶了。这老太太这精神状态明显就比平时好，我就更放心了。爸，您放心吧，最近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好好照顾奶奶。您也辛苦了。是，这老人就是这样。现在的关爱和陪伴是最重要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的。那我就不多打扰了，下次再来拜访伯父和奶奶。好好好，真是个好小伙。那你快去忙吧，快去。爸爸觉得顾启辰这个孩子很不错，你觉得呢？
哼，这就想把我赶出苏家，那我就顺着你的意，先稳住你。他是挺不错的，可以发展发展，但是我不想那么快定下来，毕竟还要多陪陪奶奶嘛。谁？公司有事儿，我还得去忙，你在家好好休息。爸爸呢，还是希望你跟顾继晨多接触接触。这个孩子啊，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好，我知道了，爸爸。这个禽兽，就是用这些我的照片来威胁我姐姐的。姐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证据为你报仇的。喂，依慈，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上次你在医院，你说你想离开苏家。可能无时无刻都想离开吧，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心里有牵挂。每当这个时候，会有时候我多想跑到你身边吗？我又何尝不是呢？我甚至都不想出国。可是，你有你的苦衷，在你的心里，你的学业重要，你的爸妈重要，你的前程重要，只有我排在最后，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在乎。你在乎？那你知道我每天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吗？我受委屈的时候你在哪？他们偷我的衣服，甚至还用那种眼光看着我。我知道，但是你别说，你相信我，我真的很在乎。别说了，你得让我说出来，我憋在心里很难受的。那么久了，我爸妈一直逼我，非要让我在国外读书，我学习又不好，上的又是什么野鸡大学，那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都没有。野鸡大学都比我重要，在你心里，姐姐根本就不重要。姐姐，我是说我徐一慈，不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车上看着你，我的心里有多痛吗？那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没有你，谁都可以欺负我；没有你，谁都可以嘲笑我，就连我爸。苏伯父，他欺负你。我是苏家领养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他怎么跟你说呀？他偷我的衣服，甚至做一些亲密的举动。这些事情我跟谁都没法说，我只能自己。你现在这样又是干嘛呢？依慈，你真的就没有喜欢过我？哎，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被小混混欺负，那个时候你拉着我一起跑，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要不是我，你可惨喽。笑什么呀？我想到那个时候，你跑着跑着就晕了。我那个时候体育不好嘛，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我觉得你就像我生命里的一道光，小说里都是英雄救美，女主爱上男主，但你啊是美救英雄，俘获了我的风不是，哪有人说自己是英雄的？真不要脸，别臭美了行吗？总之，从那一刻起，就要对我负责。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谈恋爱，所以我就没想那些事情。但你那个纸条里写的到底是什么呀？上课上的好好的，传什么纸条？我
的，看看你写的是什么。现在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哟，我说怎么血糖都升高了呢？原来有人在这儿谈恋爱呀。哎，你看啊，这漂亮的小脸蛋，简直是一模一样。可惜了，我今天啊没带水枪，要不然还能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一样。孤儿院院长跟我说了，赵爱呢是许蜜慈的一个双胞胎妹妹。这位漂亮姑娘，我说的没错。许少爱，双胞胎。对，我是有一个妹妹，只不过后来我被领养了，她也转院了，我们就没联系。意思，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讲？这个事儿吧，它很复杂，我就怕我说了吧，你就不理解或者你不相信我。那说了也没有用，不是吗？那我要说了，咱俩之间有误会，那不就又吵架了什么的？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那现在这个事已然就是这样了，你说你懂我意思吗？意思，你在说什么呀？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隐瞒我。我们彼此相爱，不应该互相坦诚，没有秘密吗？怎么会有人能做到完全坦诚呢？这有的时候也是保护对方的一种方式。我就对你完全坦诚啊！我相信，只要我心里执着的深爱着一个人，他一定会明白。你说是不是？嗯。你是不是有点弄不清楚现在什么状况啊？哎，你先走，给我上！说那个女人到底是许玉慈，还是那个什么许少爱？少爱，我不认识。许爱，告诉你，其实是个什么，重要的是金岩觉得什么，知道吗？嗯，不是个傻子，今天在利用咱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现在马上要去帮助你的少爱人，这样今年就会有理由管上我，知道吗？走。月牙住着白日梦姑娘，梦里梦。只想回去再挨两。说什么呢？这样你就会为我一直包扎了，这一点小伤就能换来你的关心，值了。啊，好了，手劲儿真大啊！谢谢。没事，不过你刚刚打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但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就是，唰，特别像霸道总裁，怎么就是这一下？谁能没有受伤？伤口是一种蜕变的力量。你在干嘛？别动，伤口会痛。那你松开呀。松开会更痛，这样抱着你就不痛。好了，我们该回去了。苏金言，你们两个人在家里都照顾不好奶奶，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我父节哀顺变，发生这种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您少爱都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说是要把奶奶送她的镯子送给我，让我赶紧上楼。我以为是奶奶又犯病了，一着急脚底一滑就摔了。奶奶听了声音赶来，一着急就……是我没有照顾好奶奶，这不怪妹妹的。虽然妹妹离奶奶最近，但是她不是没有看见吗？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没有奶奶疼。奶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在家里待着。启辰哥哥，我也摔得不轻，你可以带我去医院吗？我帮你叫120吧。你送他过去呗，省得他要在这个时候吗？好，我送他过去就回来。十八号之前的监控视频都不在了。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就麻烦姐姐照顾一下奶奶喽。这，苏青言，你今天这有点不得劲儿啊。
苏静言啊，苏静言，你真是什么下三流的手段都用了。妹妹啊，你上来一趟呗，奶奶说要送你个玉镯。啊，不用了，奶奶。奶奶说了，这个玉镯呢，可是当年鉴宝大师刘岩亲口说的，这个玉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真的不用了，奶奶，这多不好。跟我闹，玩死你。没事吧？没摔坏吧？啊，没事吧？啊。宋宇，给我看看客厅摄像头的视频吧。还有这种手机提取的，挺方便的。还有更方便的，就是那种云端直接储存。那是不是有些摄像头可以直接云储存，而不被发现？姐姐，你在天有灵的话，就帮帮我。我真的想知道你到底是被谁害死的。那这些是云储存吗？太明显了，云端储存一般都比较隐蔽，有的隐蔽成闹钟的 logo， 有的隐蔽成 USB， 就是那种偷拍，你知道吧？找什么呢？我在想，如果姐姐想留下些证据的话，会不会也安一些摄像头？少爷，你看，你看，宋宇，你能现在就帮我导出来吗？我想看看里面的画面。这里面没有储存卡，现在看不了，需要破解的。那不是麻烦你多跑一趟吗？你这么客气，搞得我……嗨，我先帮你破解吧，等我好消息。破解了，但是你自己来看吧。破解了，真相就在这儿，真相很残酷，千万别激动。怎么迫不及待就上床了是吧？啊，今天我们好好玩一玩。我让你看看，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窒息的快感。苏金言，苏金言提走的是什么？是姐姐的药，哮喘药。姐姐。
意思是有哮喘的呀，但是最近怎么都一直没有犯病呢？我只能相信你了，我除了你我谁也不信。我其实也犯过错，说不出来，心里特别难受。什么？苏青言让我给一慈拍过裸照，是他逼我的。我知道他想拿这个控制一慈，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是故意的。你走，滚！少爱，你冷静点。你走开！走。我一定要杀了所有人。我们不是去医院吗？怎么来到小巷子了？要启智哥哥陪我出来走走，感觉好多了。现在要么去医院，要么一块回去。一慈一个人我不放心。好，那我们一起走过去，给一慈姐姐买点吃的回去吧。一慈确实没吃东西。这怎么回事？景安，你怎么了？你受伤了？你是谁啊？我们认识吗？他顾启辰算个什么东西啊？啊，值得你这样吗？怎么，是我对你不好？启辰哥哥，要不你先走吧，我和他之间好像有点误会。好，如果有什么危险，你就给我。算了，放下。我生病就120，有危险就110，就他许一次是吧？我活该是草呗。苏锦言，我警告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好不容易和启智哥哥有个二人世界，却被你给毁了！你这该死！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死啊？我该死！我该死！我告诉你，就算在我死之前，我也会把许一次再腾出来，是放出去。你好，请问骆景纯在吗？听说这儿有我妹妹的消息。妹妹，你倒是个漂亮的样子。嗯，叫声让哥哥听，看是不是像在床上叫的也好。你不想知道你妹妹少爱的下落了？你能告诉我吗？那就看看你有多少诚意。你要多少钱你说吧，我给你。咱们朋友一场，谈钱多伤感情。这样你呢，陪哥哥打场球。打个球。我不会打球。没关系啊，哥哥这个台球桌是意大利进口，所以呢就只能拖鞋踩。来啊，兄弟们，打球了！我看谁敢动他！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咱们最有钱的顾大少爷吗？啊！你有钱，是还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知道？哎，这分你自己要下来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别打了，别打，别打了！启辰哥哥，我怎么被打成这样？都怪你这个贱蹄子，自己想做鸡。他装可怜，启辰哥哥都是被你蒙骗了。
我看你被不同的男人滋水的感觉很享受吧？还说没有？启辰哥哥可是自己亲眼看见的。启辰哥哥，今天晚上啊，可真有意思。来，兄弟们，咱们接着玩啊！启辰哥哥，你等等我！启辰哥哥，那个贱货配不上启辰哥哥。为什么？这一定是你设的局。说，你威胁逸慈什么了？启辰哥哥，我没有。不信，你自己去问逸慈姐姐。给我发短信说逸慈在这的人。是你吧？对不起，是和顾客谈生意才知道，逸慈姐姐经常来这里和他们这样玩，我是不忍心看你再被蒙在鼓里，再被他骗了，所以我才发的匿名短信，怕你误会。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启辰哥哥，你为了来救他，都被打成这样了，如果他不是自愿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跟你走？起来说吧。对不起，静言，是我一时太心急了。但逸慈他……这样吧，启辰哥哥，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逸慈姐姐弄出来。你还愿意帮他？我帮的是启辰哥哥，我爱的人是你，但是逸慈姐姐就不一定了。启辰哥哥，你是顾家大少爷，在这里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我让司机把你送回去吧。你放心，我一定把逸慈姐姐安全送到你那儿。嗯，那你随时联系我。嗯，知道了。看来姐姐玩得很尽兴呀。我警告你，回去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最好心里有点数。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自己来的。哎，对了，你要是敢说错一句话，你可就永远见不到你妹妹。我刚刚也是一时气话。这样吧，晚上我们回去单独聊。洛锦川，看来你活着是对我最大的威胁了。你怎么不找你的小奶狗去啊？你吃了哪门子醋啊？略微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可比你知道。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最好乖乖听我的话，要不然大家都没得玩。都听你的。哎，这个球摆的真正点啊，我要不进我吃了它。逸慈，怎么了？没什么。不舒服？没有。来。你演的好辛苦。什么？我是说，你这出戏穿帮了吧？逸慈对葡萄过敏，你却吃的这么津津有味。许少安，你为什么装成你姐姐？你姐姐呢？你还问我姐姐呢？但是我该问问你吧。你姐姐呢？我姐姐她那么爱，而你就辜负了她的一片真心。她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恶魔，全是恶魔。你是说，你姐姐她？多关心她一点。对，
可能就不会走了这么。你就等着看吧，看我怎么给你报仇雪恨。逸慈，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门都不敲，这可不像平时。是，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更不像徐逸慈。你这话什么意思？苏启山，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你是许少爱，我没猜错吧？你姐姐一直在找你呢，你没见到你姐姐吗？少装了，是你害死的我姐姐。你姐姐太任性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不过你放心，你就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家。苏启山，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些视频我已经备份了几百份，随时可以一键上，到时候你苏家可就全完了。你在哪儿弄的？我姐姐为了告发你忍辱负重，这个禽兽。少爱，是我错了。你要钱是吧？你要多少钱你说，我全都给你。多少钱可以换回来我姐姐的命啊？我要你们全家都给她陪葬。少爱，少爱，你听我说，是我不对，我求求你了啊！你放过苏家，放过我吧，少爱啊！我求求你了，少爱。想要活命也可以，只要你让你的好女儿苏静言去检举揭发，是她杀死了徐逸慈就行。还记得这儿吗？我在这儿揍了你一顿，想不想昔日重来，再被我揍一顿？你疯了！苏静言，我已经调查过真相了，你死期到了。饶了我！我给你当牛做马，我求求你，饶了我！一开始笑是笑什么样的？是你害死的徐逸慈，就应该偿命。饶了我！看在你这个诚心的份上，我大发慈悲的点拨点拨。只要你去检举揭发是苏启山杀死的徐逸慈，我愿意，我愿意。视频里有我替走。我还有一个剪辑过的版本。我的姑奶奶，你饶我吧，我全部忘记。苏启山那个亲生父亲，他该死，让他死，早就该死。少，你放心，我们让他死好吧，让他死。许少爱让我嫁祸给静言，我怎么能？虽然静言调皮捣蛋，但是她心是不坏的，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我真的不应该对她冷漠。她回来，我应该好好对她才是，应该加倍的对她好。我该怎么办呢，妈？妈，妈，我不能诬陷我的女儿啊！那是我一个人承担的，我不能再糊涂了吗？
妈。报应啊！这都是我苏家的报应，我这一辈子做的恶，到头来都砸在了我苏家的头上啊！爸，你这是干什么？奶奶去天堂享福，你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么难过，有必要吗？我高兴。天堂。都是你干的好事儿，那你就去天堂陪着奶奶吧。我有话说。你给我走！今年起，你不再是我苏启山的女儿。爸，我知道奶奶过世你很难过，但眼下不是我们那段的时候。我跟你都有把柄在许生的手上，我除掉那个贱人，我还是不是你女儿，还有意义吗？那你什么意思？啊！斩草除根，我们都得死。斩草除根，你说的倒是轻巧。如今的许少爱得势又得人，凭什么斩草除根？当初还不是你精虫上脑，明知许少爱假扮许义慈，你还有兴致跟他玩欲擒故纵？现在他都要麻雀变凤凰了，留下咱爷俩眼巴巴的看着，我是不怂。你甘心吗？那个婊子夺走了我的一切，也都是拜你所赐。我饿肚子没饭吃的时候你在哪？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哪？我被人拐卖的时候你又在哪？我休克说出口是吗？好，那我来说，你跟那个婊子，在你每个风度不淫的夜晚，你跟那个婊子的姐姐行苟且之事时，还自以为是的夜夜笙歌，寻得一身之味了。你把你的家庭财富全都拱手让人，你得到了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要把所有的爱全部都给那个贱人？不要，我就是算做鬼，我要想办法亲手毁了他。顾总请我来，可不只是简单的喝个咖啡吧？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复仇？这么多年的计划，不急于这一时。那你为什么要骗我？顾总权大势大，我一介弱女子，当然要攀附利用了。你觉得你告诉了我真相，我就不会帮你吗？我凭什么相信？再说了，就算你能插上手，你又能帮到我什么？为了意思，我什么都愿意做。那你等着看吧。你觉得你把你自己暴露在明处，你不怕吗？我不是徐一慈，顾总不必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姐她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她是我唯一的血亲。这个仇，无论如何我都要替她报。我也一样。你不能卷进来，我姐她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她走的时候。就已经把我的心带走了。喂，我爸他出事了。我爸他知道孤儿院的东西对你很重要，便一个人来收拾，没想到竟从楼上跌了下来。你快来啊！好啊！出什么事了？苏启山出事了，他儿子死了，我姐的事情死无对证了。我陪你一起。这地方早已废弃，荒无人烟，如今就是他许少爱的坟墓。你去引他过来。我假装晕倒，然后我趁其不备，我还没玩到手呢，他许少爱就要命丧黄泉了，真是可惜呀！啊！他是那个贱人来了，你快躺下。好。
启辰哥哥，你怎么？苏伯伯出事了，我当然得来。启辰哥哥，我爸就在那边。起来，起来！你死了，是替我揭发我姐姐的真凶。起来！现在我姐姐在在天之灵怎么办？你说什么疯话？许少爱说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叫他什么？许少爱？你知道他是谁了？我不仅知道他是许少爱，我还知道是你害死了许一子。不是这样的，启真哥哥，你听我解释。哼，都别动，都别动，起来。你放开他！什么自己找死？苏景山，你会遭报应的！闭嘴！冷静一点，让我来替他。顾景辰，你疯了！莫非命比这个贱人金贵万倍？你居然为了他去当人质？那你就让你爸把他放了。你看清楚了，他不过是长着一张许一慈的脸，是他在装成许一慈骗你，他们都是骗子小偷。我那么爱你，为你做了那么多，为你杀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你凭什么不爱我？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是啊，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的是，你爱的人已经死了，永远已经。少废话！你们把证据藏哪儿了？说！冷静点！我劝你们，最好赶紧把证据交出来，不然我的刀我可就随便划了！我啊！少爷快跑！少爷快跑！宋宇！宋宇！下地狱，到他赎罪的时候。